Hello， 大家好，情感干说嗨。我们今天要干嘛？他要买生日礼物哦，感感快要七岁了。他生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在度假，所以提前先帮他买礼物。好像要买芭比的，有好多种哦。定了，他要买这个狗狗的。这个是他很喜欢这个，其实这我们之前有类似的，是狗狗二大便的。这个呢叫做 Barbie Newborn Pops， 是 Barbie Baby 哦。所以这个 Baby 呢可以从妈妈的肚子生下来一压，所以原本那个是二大便的 right？ 然后这个是一压就变得生 Baby， 然后那 Baby 还会变颜色，所以然后他还有好像一张床，嗯。然后还有一个像狗的碗，还有一个小毛巾。这个，所以他想要这个。这个是他那个小福粉、啊，就是他 baby 的碗，然后那个大的碗就是他的碗。好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拿这个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公园哦，在艺术中心旁边的公园等阿宝下课。Anyway， 赶赶后来买了这一个，它是芭比 Newborn Pops。baby 狗狗系列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它是这样子，刚刚在商店里面就看过。你看，他说 puppy on the way， 这个妈妈狗狗要怀孕了。然后呢，它你按一下它的头，它就会生出三只 baby， 很可爱的 baby 哦。是男生还是女生呢？猜猜看。然后还有个狗的床，啊，很可爱耶！你看，是这样子。非常可爱哦，狗狗小狗狗会变颜色。然后你看一下这里，哇，好多那个，可能因为我们在讲话，你知道吗？他以为我们要喂食。阿甘，你不要一直跟他打招呼，他可能真的以为我们要喂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全部都过来了。那请赶赶打开，我们放在椅子上面，因为刚才啊，我们刚坐在那个地上了没有？哦，然后那个鸭子。全部好像以为我们要喂食，然后想要冲过来，看我们有点害怕。Anyway， 感觉现在被打开了，他不得又换地方了。那群鸭子又跟上来了，好恐怖哦！因为他真的以为我们有食物哎，所以他一直跟着我们。OK， 我们来换个地方，换个地方了，真的是好恐怖哦。好，看一下这个芭比哦，它有一个粉红色橡皮筋的发圈，好可爱哦。然后他是穿一个，粉红色的条纹爱心的衣服，然后配短裤。可是他的手啊，他手可以动吗？可以，可以动。哦，我真的好怕那些鸭子会过来。短裤，然后他膝关节可以动哦，你们看哈、哦。然后呢，脚脚的鞋子也是可以脱掉的哦，哈、哦，还蛮酷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芭比。啊，刚要给他叫什么？哈玛尼哦，那么搞笑。然后狗狗。狗狗在这里，耿耿，你刚刚怎么把 baby 放在肚子里的？你刚刚是怎么放的？哦，然后你要先哦，你这样子就打开，所以它有三只狗狗，三只 puppy， 它们可以变颜色。对啊，有一个床，看这个床，我把狗狗放进去，这个 puppy 都还没有眼睛张开哦，你看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可爱的 puppy 哦，哼。然后有附一条毛巾，一个给小 baby 洗澡用的，哈、哦，然后还有一个喝水的。然后刚刚可以现在，你刚刚示范要怎么把狗狗放在肚，把小 baby 放在肚子里面呢？你把它脚一压，哦，好。然后你要生 baby 的话，它的前面两只脚是可以的，你看一下就出来一只哦，一次生三只，所以你。你这个地方，你这样一压，它就会伸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好可爱哦、喔！现在请赶赶再伸一次，好看清楚哦、喔。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伸出来三只 baby 啊，可爱哦、喔！这就是我们今天买的。其实我们刚刚有加水，可是它不会变颜色，可能是要加冰水，因为我们用一般的水就没有变颜色，要冰水才会变颜色哦、喔，哈。然后我们就不示范了，然后真的是蛮可爱的，刚刚很喜欢。他也可以拿着、这个，他也可以拿着那个沐浴乳，哈、嗯。刚刚你即将要几岁生日？七岁。七岁，我们只是提早买礼物而已，因为我们要去度假。
Alright， 那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哦。拜拜。OK，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拜拜。